不好分的。我觉得后面算了，就等他跑完就行了。对啊，我后面跑才够的，分数应该已经少他了，我应该只有他三分之一吧。网络很好啊，我觉得，我也不知道，比较比他们好一点，可能是国际版有的关系吧。所以有时候还是很不稳。不然用国际版呢？嗯。那就是，那你，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该练了。他在走上面的100%是爆哥，只有他会这样走。洗手，洗手。你说这网络好啊，我觉得他们不好啊。支气管炎打针会好吗？啊、不知道靠，那不知道靠自己的免疫